事。好啦，各位早晨，欢迎收睇今朝早嘅港股开市talk啊！有温总上嚟，早晨温总，早晨，早晨啊！有官仔骨骨嘅温总陪我哋开市，有个靓女陪我啊！我几惊今朝早，咦死啦！有冇市开嘅咧？真系未，冇咁快系嘛？我阿妈喺 Facebook 我 send 咗张今朝张相出嚟，吓 send 咗你嗰条 link 下低啊！哦，系咩？讲咩噶？就讲今朝天气很好。今朝天氣很好，我直頭靚啊！其實嗰陣係上翻啊范口如個 Facebook 咧，大家會見到我多謝你 post 嚟講緊係咩？直頭係用 beautiful 去形容。點解咧？好大風下嘅喎，今朝。今朝唔係，今朝上山咧，山上邊係其實風和日麗嘅，其實講緊係嚇。哇！你好早下喎，未天光。我就借少少位啊，係咪啊？嗰陣係大家唔知睇唔睇到咧？喺邊度嚟㗎？呢個係北架山。我朝朝都上去嘅，上去祈禱嘅嚇。咁啊，嗰陣係。餐餐我上去祈禱，佢就停雨停風噶啦。哦，咁啊抵死嘅，其實講嚟我水蛇王都唔得嘅，所以一定要上去。係一定要上去，我一褪咗佢咧，嗱我示範俾啲阿婆睇咧，我話嗱我一褪咗佢咧，佢就會即刻就會停雨噶啦。跟住咧就停雨咯喎，跟住阿婆話：喂，你叫佢俾啲風嚟得唔得？好熱。唔係，唔好做人咁過分。好似麥兜咁嘅呢啲，即係直情有個即係個光環咁樣，即係cover 住你。唔係，佢有個挺啫，有個挺，係個挺啫，其實講就好多人。行山都行過㗎啦，條路嗰條路好行嘅，就好舒服嘅，其實係純粹行斜路去做運動嘅啫，就唔係挑戰自我啲，即係簡單講，唔係行啲爛泥路啊，唔係行天梯啊，唔係行龍脊。不過行龍脊之前，有啲人都會喺嗰處行過去嘅，其實所以幾條路係行嘅，行過陽明山莊都得㗎，嚇陽明山莊就喺一個礦場嗰邊過都得嘅，其實個礦場就好 scary 嘅。咁我唔知依家有冇變啦，因為以前十幾年前我行過，咁後屘我都冇行啦，其實咁啊，直頭係成個懸崖㗎。我想有十層樓高以上嘅，基本上其實即係你行到十層上去嘅咯，即係係啊，個天梯啊嘛，嗰個叫做嚇。咁其實講緊就本身佢係一個好懸崖嘅地方咯。咁但係講緊呢個好懸崖嘅地方，其實就原來提供咗好多沙石俾香港島啲居民嘅。不過喺後邊就睇到咯，其實前邊就睇到香港島嗰啲山就好似好肥潤咁樣嚇。咁啊，蘇師傅上過嚟啊，咁啊，其實講緊就啲山肥潤啊，即係自然就發啦。所以港島方面嚟講，相對發啲。咁啊，東邊就肥潤過西邊，所以其實東邊傳統又講緊係近啲，即係之前啊行東運咧，其實講緊就咁真係東邊就發少少。近排行翻啲西運咧，睇下佢哋唔知會唔會有好翻啲。你都講得下嘅喎，呢啲玄學嘢。我擺低咗成廿年咯。係啊，擺咗成廿年啦。其實嗰陣時係學過一陣咯。其實嗰陣就嚇，因為咧，其實我哋好多觀眾咧都中意呢個話題㗎。哦，係啊，係啊，得閒揾你再詳細。哦，我唔可以，我已經 detail 唔到啦嚇。得啲咩乾坤棍、震順離坤對嗰啲，我已經擺低好多啦。已經講緊係嚇咩卦、物卦嗰啲，我已經擺低咗好多啦嚇。聯頭理氣啊嗰啲咁樣，即係有少少感覺咁樣咯。其實就仲背咗，因為當年我係真係背嘅啊。我讀親我就背嘅。咁當年其實點解因為學咧？其實一來嗰陣時係沙士啊，二來嗰陣就因為有客人真係好準，咁其實佢話俾我聽呢啲嚟嘅喎，咁我咪又再學下咯。咁我再去學下，結果咧就擺低咗好多錢啦。咁啊，跟住講緊，但係又發覺用喺股市度，我又用唔到嚇。冇賺翻翻嚟。我資質唔夠嚇，咁但係講緊如果日常生活做人就幾好咯嚇。咁跟住講緊就發覺，哇！有個仲勁嘅就係講緊係嚇上邊頭頂嗰個咁樣，咁所以其實依家日日就。朝頭早就走去祈禱咯，係，所以我哋見到個拋啊，好勁啊，係啊，佢好祥和噶，即係個人又好高雅噶，咁其實都係有原因噶。你講我啊？係啊。咦？我以為就你仲有人咩？喂，咁樣冇人啦，係咪？問翻你先，好歡迎啊！算一算嗱，咁我哋今朝早咧個市咧就係低開之後咧就跌幅係略為收窄嘅。我啱啱有人問我頭先開場白嗰個音樂咧係咩音樂？咁咧你係即係想問我攞嗰個咩 rise 定係咩？因為咧音樂我自己 mix 嘅，即係去到一個點咧，因為好煩。我即係之前做呢條片嘅時候咧，我即係試過好多條音樂，但係唔知點解 YouTube 都話我侵權，即係我俾曬錢成。嚇，咁都得㗎？嬲得滯咧，係我用 iPad 嗰個 function 咧，個 app 咧自己 mix 咗條聲出嚟。哦，好犀利喎！咁佢咪冇得話你侵權咯，其實係啦。咁所以係我自己原創嘅嚇。哇！犀利啊！係，我都覺得自己我係音樂白痴。植物殺手，同埋即係會唔會個仔有彈開琴啊？剩嗰啲幫下手啊？咁咪冇喎。不過我個仔，我覺得佢係 perfect pitch 嘅。唔好講我仔，唔好講啲無謂嘢先。嗱，咁咧嗱，個市咧而家係跌幅係收窄啦。咁我不如
溫總話報一報個市而家咩環境先嗱。咁啊嗱，而家嗰個睇先嗱，我呢個 short 咧就唔係記得啊，呢、這個都唔係記得，我用住呢個先嗱。咁而家咧恆生指數咧就係、是、跌緊287點嘅。咁佢我問咗阿溫總先嗱、因為咧嗰、那個恆指咧，琴日都升成400多點啦，今日回翻大概一半到嘅。咁琴日嘅好消息就係美團嘅因素啦、但其實我哋見到外圍咧繼續係能源方啦，個債息係高啦。咁會唔會咧？其實來自美團嘅因素一日已經消化曬，我哋又翻翻去嗰啲負面嘅外圍因素咧？我諗個勢頭就好似有少少改善嘅。咁本身嚟講，一來就美團方面嚟講就罰咗錢啦。但其實美團罰咗錢，大家咁樂觀，我其實好驚奇。因為點解咧？四月份都罰咗阿里巴巴，嚇、罰完阿里巴巴，如果罰完就算嘅話，就唔使阿里巴巴連85蚊都冇啦。佢罰得仲多添，係佢罰得仲多添。但係講緊罰完之後可以有後著嘅，因為其實講緊咧罰錢係話你過去做嘅嘢唔啱。未來嗰啲咧係有跟進行動嘅，其實咁嗰啲跟進行動，例如如果喺美團身上咧，一定係啲外賣小哥、啲速遞員方面嚟講啲福利啊，咁呢下咧，其實講緊就本身對於一間即係其實講緊係好勉勉強強曾經賺過錢、有個 P/E， 跟住依家又負翻嘅一間公司嚟講咧，到底佢喺呢方面嘅成本有幾多嗱？呢個好耐人尋味，因為其實大家知道啦，內地其實講緊社保加埋講緊係啲即係啲養老金啊，剩嗰啲咧，其實係貴嘅。我哋上邊如果過去啲同事方面話俾我聽咧，就上邊如果你個請個人5000蚊嘅話咧，其實講緊可能係你其他嗰啲不能省費用咧，你2-3千蚊其實都唔奇怪嘅。其實即係咩醫療啊嗰啲咁樣剩咧，咁其實2-3千蚊都唔奇怪。所以其實講緊啲人話上邊請個人唔係平得咁緊要㗎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個就即係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就美團之外咧，咁其實講緊滴滴出行嗰啲算唔算啊？其實嚇嗰啲未搞嘅，基本上其實仲有好多間都未搞嘅。其實講緊係嚇，咁所以變咗咧，就我都係咁講啦，就炒下波幅就算咯。其實嚇，即係如果恆生指數方面咁睇咧，我覺得就早前咧嚇，即係講緊係23681嗰個位，同呢個23771就好似相抵嘅，但係相抵得嚟咧，有個肉酸嘅地方係咩咧？你嗰個前邊個底係高過後邊個底嘅，即係簡單講，你後邊個底仲要破咗前邊個底咁樣。咁其實講緊咧，如果真係叫雙底嘅話咧，咁樣雙底法個樣咧就唔係咁靚仔嘅，即係簡單啲講就好似多咗條刀疤喺塊面度嗰只咁樣咯。其實嚇，咁始終好似有少少舊病住咁樣。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咧，就嗰個成交方面咧，咁的而且確琴日又好似多翻少少啦，去到1600億咁樣。但係你見北水又唔係好踴躍，同埋北水有少少好似換馬咁嘅跡象嘅，即係簡單啲講，由啲之前啲能源股啊、電力股啊，就走去換咗落去啲科技股。其實簡單啲講，就好似有少少糖水滾糖漁咁，就唔係話講緊係好多資金肯抌落去個市場度咁樣。咁呢點亦都係市場上面比較即係話我自己方面嚟講都比較關注啲咁樣，咁所以如果恆生指數方面嚟講咧，除非嚇稍後方面見到中央方面繼續大水漫灌，咁但係依家其實嗰陣就見到咧，翻啱放假翻嚟咧，已經開始其實用翻啲100億做嘅嘢，咁樣上下又100億逆回購嗰啲咧，咁其實講緊咧就再上嘅空間。有嘅，但係講緊未必好多咯。其實我自己睇到咩咧？嗱，其實講緊就琴日嗰個位咧，咁啊上到去25500、25400嗰啲位，啱啱50天線嗰啲位咧，真係邊個都識講嘅咧。其實嗰處有阻力，咁其實講緊呢啲大家即係深知嘅啦。其實講緊就係唯一就講緊係咩咧？恆生指數咧，嗱早之前我頭先啱啱所講嗰兩個底啦，即係23771、23681咧，中間咧其實有條頸線嘅。其實咁啊，有啲人就會中意好似我咁咧，就用翻29號嘅頸線，有啲人咧就會用翻呢個23號嗰個頸線，咁啊適隨轉變啦。其實咁，但係計嚟計去咧，其實如果用29號嗰頸線咧，就係25700；如果用呢個嘅23號嗰條頸線咧，就係講緊係呢個嘅25900點。其實即係簡單啲講，就你最容易記住就係25500至26000之間咧，就開始會有個比較明顯少少嘅阻力喺度咁樣。嗰、那個就係嗰個雙底個反彈目標。咁去到嗰啲位，我諗就差唔多啦。其實因為本身嚟講咧，亦都到咗保利加通道頂啊嗰啲位置。咁樣咁，除非真係即係好難話完全唔調整，跟住繼續再上咁樣，咁啊比較難少少嘅。但如果真係講緊今日回調啊嘛，其實咁啊，大家可能有啲人未買齊貨嘅，咁可能都會諗，回調有冇啲機會俾我買下貨啊咁樣咧？咁其實講緊都有嘅嗱，因為依家暫時好似中央稍微好似叫鬆下張俾大家，
咁跟住美國債務危機又好似冇咁債務啦，其實咁啊講緊就本身都即係佢拖到十二月嗰個時間啦。咁跟住講緊亦都消化咗好多關於講緊係呢個收水方面啲消息啦，其實嚇咁啊債息方面嚟講，亦都即係呢六，咁大家預期其實都去到呢八噶啦。呢啲其實講緊都已經係即係大家已經係消化緊 digest 緊。其實琴日方面嚟講，美股都係走勢弱啲嘅嚇，咁、但係 digest 緊之餘咧，咁其實講緊似乎咧，因為港股嘅股值平咧，就吸引到啲資金方面嚟講咧，開始有少少興趣咧，就趁低吸納，所以變咗嚟講，短期如果真係回調方面嚟講咧，稍後短期方面比較短嘅，即係短嘅支持方面嚟講咧，你可以擺翻，有啲人會擺喺24,800，我擺翻24,500先啦，因為條十天線同埋條廿天線咧，都啱啱匯聚咗喺24,500嗰啲位置咁樣。咁其實講緊咧呢個咁樣嘅就嚟出緊嘅一個黃金交叉啦，咁其實就可以成為一個比較好少少 solid 少少嘅短期支持。咁如果大家買貨咧，就可以考慮喺呢啲位方面試一試水温，只要唔跌穿，唔係好明顯咁跌穿翻之前23,681嗰個，俾1000點空間佢啦，只要唔係好明顯跌穿嗰個位咧，咁其實講緊咧，我覺得都叫稍為好少少。如果明顯跌穿嘅嗰個位咧，咁就再望咧就23,000至22,600嗰個位咁樣嚇。咁啊呢個其實講緊另外一個，咁當然有人會睇到21,000添，但係講緊就呢啲真係要出邊個位衰得比較緊要少少。依家係唯一個美股咧相對比較弱勢少少，但係佢哋嚟緊就業績公布啦嚇。咁啊今日方面嚟講就已經開始啲美國銀行方面嚟講嚇，唔係 Bank of America 係美國啲銀行啊 ，JPM 嗰扎咧就開始公布業績啦。咁通常傳統咧公布業績出嚟，佢啲股份都升。咁其實講緊就睇下呢次得唔得啦。因為琴晚咧個美股我都少少失望嘅，其實有衝高回落嘅。咁以翻全日近乎最低位收市咁樣嘅。咁其實如果講緊係啲業績稍為好過預期，佢哋收貨嘅話咧，咁其實講緊就港股方面嚟講，可以向上再行多啲嘅機會就會好大。咁當然啦，調翻轉頭，佢仲係好似琴日咁日日高開低走嘅話咧，咁當然就冇眼睇啦。其實嚇，係啊，其實咧講到即係美股咧，呢一排都係好似回復翻平靜一啲，即係冇之前咁即係咁樣破新高啦。咁啊嚟緊真係嘅，即係嗰啲金融股會先係公布業績啦嚇。其實呢一排咧就照計嗰啲十年期債息上到去呢位咧，其實應該都係受惠者之一啦嚇。我哋觀望下嗰啲美國嗰方面咧，嗰啲業績嘅因素。好啦，嗱個港股今朝早咧就即係都係比較即係疲弱啲啦嚇，回翻去到而家嚇25,100嘅水平，不過其實都好過今朝早。今朝早開嗰下咧，穿過25,000嘅，而家跌幅收窄咗。因為有啲人我諗其實呢兩日想賣貨，因為升得太急啦。嚇、你諗下3日1400點樓多喎，1400-1500點喎，其實講緊就三日時間啫喎，其實講緊就嚇，即係最多嘅時候，咁你一路咁扮上嚟咧，啲人未必追得切。哦、所以今日嚟再，其實有啲人會趁中意佢跌嘅時候咧，就會走去趁低吸納咁樣咯。但係咧、你上一次上嚟咧、你就話咧呢啲科技股咧係 old school 啦，係咪啊？咁就所以咧其實都行咗。即係轉即幾長嘅跌浪啦，當然就騰訊去到低位咧，佢都冇再穿上上一幾個月嘅兩個低位。嗱、今朝騰訊咧都係回嘅，但係亦都係冇回得咁多啦嚇，跌咗1.8% 啦。即係美團咧，而家係跌緊1.2%。阿里巴巴就衰啲，咁啊係3.6%。另外信宇光學咧，我哋稍後再講啦。即係其實我哋成板睇落去咧，都係偏弱嘅居多。不如我哋講三隻 ATM 啊，你上次就話呢啲係。即係 old school 嘅，即係股份啦，係啦，但係都調整咗咁多啦，又有美團一個比較係利好少，雖然佢即係學你話齋，阿里巴巴夠俾人罰過啦，罰過等於冇事咩？咁我哋而家應該點咧？係趁佢反彈沽貨啊，定係趁佢而家仲係相對嘅低位撈底咧？嗱，其實講緊科技股咧，如果個倉完全冇咧，就唔係好健康嘅。其實因為佢始終都係一啲即係相對大家感覺係高增長嘅股份，咁其實等於翻咩咧？等於翻個倉一定有啲銀行股噶嘛。其實咁只不過問題你係邊只銀行股啫嘛。其實如果你係進取少少，咪擺下招行、擺只農郵儲行落去咯。咁如果你係穩陣啲嘅，咁咪四大掛銀行或者講緊係本地銀行都得嘅。其實我早排我都喺你舊鋪，我都搏命推只5號嘅。其實講緊係咁啊，5號都上曬嚟啦。咁基本上嚇。1299我都有推嘅，嚇1299就上得慢啲嘅，講緊就嚇，咁因為佢又我係搏咩咧？搏即係東澳之後咧通關咧，其實講緊1299就有着數啦。其實講緊就嚇，咁所以其實喺低位，我覺得可以儲定先咁樣。係咩？東澳之後會通關嘅咩？我估啫嚇，純粹我估嘅啫，個人意見啫。其實因為其實講緊依家咧，東澳係2月啊。出年2月啊？係啊，咁幾個月啫，其實講緊就嚇，咁你其實擺定喺個倉，同埋友邦，你話喺個倉裏邊有咩好大問題咧？其實講緊就應該問題唔係好大。佢依家估值方面嚟講都唔貴，因為基本上嚟講咧。
佢 P-book 其實之前嚟講都係相對可以去得比較高嘅其中一隻保險股嚟㗎嘛，佢可以去到成 2.3 倍㗎嘛，其實依家嗰陣先兩倍唔到，咁其實嗰陣我覺得都係即係可以接受得到嘅嚇。咁、其實嗰陣擺定個倉，我博佢十零個 percent， 咁如果你係 so far 我當幾個月啦，十零個 percent， 咁其實講緊都即係算交代得到啊，係嘛？算合情理啊，其實咁而調翻轉頭，如果佢低嘅話，咁其實82蚊嗰啲位其實都幾吸引啦，咁上係咪啊？咁其實我自己覺得85蚊啊呢啲位買82蚊止蝕嘅，咁其實講即係如果穿嘅話止蝕，甚至俾遠少少都得㗎，俾到80蚊咁都得㗎。咁其實我覺得都唔差，根本上其實嚇，咁、我唔特別擔心，因為佢應該最壞嗰陣應該過去咗，依家啲息向上㗎嘛，咁佢哋啲銀行保險其實講緊啲息差向上，佢哋係受惠㗎嘛。過去方面嚟講咧，嗱。匯控升到60蚊嗰啲環境就係關加息嘅時間，嚇咁、其實關甚至乎我其實匯控就唔係主力嘅，中意我中意11號多少少嘅，嚇、因為11號成200幾蚊掟落嚟噶嘛，其實嚇咁啊嗰啲啊我會特別中意多少少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咁其實講緊就即係講翻言歸翻去呢邊一陣再，如果一陣有興趣再講下，咁其實講緊就本身咧就如果科技股方面嚟講咧，我自己會三隻 ATM 咧我就中意翻咩咧，中意翻只騰訊同埋只美團，咁睇下大家自己揀啦，其實講緊就即係。揀咩咧咁樣嗱？如果你認為自己係進取型嘅嚇、我中意大上大落嘅，其實我唔驚佢大升大跌咁樣咧，咁一定係美團嘅。咁因為不嬲美團方面嚟講都係上落比較大少少，大家憧憬比較多少少。當然啦，未來方面嚟講，美團咧如果要衝擊佢，其實講緊唔係好難，因為其實餓了魔近排好多嘢講咁樣上，其實嚇、你見餓了魔咧，美團一俾人罰就話，我都會嚇、即係聽話又講緊，你會跟進翻相關嘅嘢咁樣嚇。嗱，一來驚，二來講緊扮乖啦，開始嘅講緊就嚇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咧，那個市場佔比咧，不嬲美團去到成七八成噶嘛，喺大陸個佔比。咁而其實講餓了魔不嬲係小眾嚟噶嘛，咁你小眾其實講想，梗係想即係 fight back 噶嘛。其實講呢個好正常，等於咩咧？等於阿里巴巴衰嘅話，咁講緊係9618就講緊通常就會好啲噶嘛。其實大家就會覺得，咦，即係隔離嗰個會有啲着數喎，咁樣咁一樣咁樣咁嘅邏輯啫。其實咁所以其實講緊咧，就美團方面係會大上大落嘅，但係佢始終有個市場優勢喺度。咁loyalty 方面嚟講，好似都 OK。因為我見內地方面10個9個都係仲係叫緊佢嘅，9個9都係叫緊佢嘅，基本上其實，所以其實講緊咧，我覺得 loyalty 仲 OK， 咁變咗嚟講咧，佢暫時即係如果你係想炒波幅上上落落大上大落嘅話咧，就美團，但係調翻轉嚟你想穩穩陣陣嘅話咧，就正常咧就騰訊，咁因為騰訊方面係揸得安心揸得舒服嘅，其實嚇，咁啊唔係嗰啲咩旅遊廣告啊，其實咩出色啊，咩舒適啊嗰啲咁樣咧嚇，佢哋唔係嗰啲嚇，其實講就咁啊，其實450蚊樓下咧，450-430你分兩注買咧，咁其實講緊跌穿翻佢52周低位。412咧，咁其實基本上先止蝕咯，甚至乎揾400蚊先止蝕咧，其實我覺得都冇乜所謂。基本上嚟講，十隻基金9隻9都有佢噶啦，根本上其實嚇，即係冇人鬧你嘅。其實你輸咗佢嗰樹咁樣嚇，其實嗰陣去到啲低位都輸唔到幾多啦已經，同埋佢乖啊嘛。嚇佢唔係瘋眼啊嘛，而講緊就即係你唔係下下俾人啡住啊嘛，其實講緊就你一話我唔啱，我即刻改係嘛，咁我即刻其實講緊就啲小朋友就嚇、星期一至五啊限住打幾多咁啊，放假嘅時候先俾你打可能3個鐘啊嗰啲咁樣啊嘛，其實但係講緊就阿里巴巴就即係冇辦法嚇、大老闆講錯嘢咁啊，講緊就本身呢個成為瘋眼得嚟咧，甚至乎連佢啲朋友都啲明星啊嗰啲都出事咁，其實講緊咧你好明顯針對得好緊要，基本上其實嚇。咁所以其實講緊咧，就阿里巴巴，我就個人覺得就如果揀嘅話，我就未必咁中意揀佢嘅。講緊就我寧願大家咧自己可能自己歸位啦，自己選擇去適合嘅地方啦。其實咁如果你博反彈就咁樣咯。阿里巴巴純粹一個字平。因為講緊15倍 PE 買只科技股，仲係講緊係龍頭嚇，咁啊講緊就即係又就嚟雙十一啦，其實嚇，即係而家都唔過10月啦，其實嚇，咁過多一個月就到啦，基本上嚇，咁你係搏呢啲咯，其實嚇，咁其實講緊就唯一係咁做嘅啫，其實，咁但係如果唔係你話正路嘅話咧，騰訊如果揸咗嘅朋友，我覺得可以搏500蚊樓上嘅，其實嚇，咁如果係比較穩陣啲咧，就500蚊附近啦，咁如果你搏多少少嘅520-530都可以試下嘅，其實講緊就嚇，咁佢嘅勢頭方面嚟講，依排。佢都仲係一底高過一底咁嘅格局咁樣嚇，咁其實嗰陣我覺得就買得安心嘅，即係呢就係舒服之選。咁如果3690咧，其實嗰陣就本身咧，琴日佢又俾人話罰完啦，但係罰完係咪就係罰完咧？
我真係要即係用翻內地嗰個官方説話叫聽其言觀其行嚇、即係講緊係即係依家睇得上邊啲嘢多，唔好介意我有啲佢哋啲口吻啦。呢、這個好好常用嘅喎，呢句有啲口吻啦，其實講緊物謂言之不語啊。咁你話曬温總啊嘛？冇咁講，物謂言之不語啊，係講緊就嚇。嗱咁短期方面嚟講咧，今日咧佢其實算靚仔嘅，其實今日因為佢守緊喺呢個207蚊附近呢啲位置。咁早排咧其實講緊兩轉嘅啦，你其實講緊見到九月二號啊，或者講緊係呢個嘅九月八號咧，咁其實都係大概喺267蚊到呢啲位咧。咁其實講緊就有一個支持喺度咁樣。咁呢個其實講緊咧，就如果短期守得到嘅話咧，咁其實講緊對佢股價更上層樓咧，都係有一個好處。如果更上層樓嘅話咧，咁啊去到邊度咧？咁有機會其實講緊睇下會唔會挑戰翻即係再高少少250天線嗰啲位置啦。咁啊292蚊嗰啲位。咁其實講緊琴日就唔係爭好遠啫，因為琴日個高位都去到280啦。其實講緊爭10零蚊啫。咁其實我覺得都有機會嘅。不過其實依家咧，因為太貼條保利卡通道頂嘅，即係講緊攬住條保利卡通道頂行，咁所以變咗嚟講短期係有呢一樣嘢。咁但係暫時咧嗱，如果喺官方仲未有進一步跟進行動嘅時候咧，佢都仲可以偷步嘅。如果一爆出嚟咧，就話佢嚇即係講緊啲外賣速遞員啲福利唔係咁理想，或者諸如此類嘅言論一抌出嚟咧，佢就講緊咧就好似即係俾人抌手榴彈咁噶啦。其實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住，其實一聽到呢啲相關消息，即刻講緊係冇鞋玩劇走。因為本身大家即刻就會聯想到另外一隻就是阿里巴巴啦，嚇、當年四月份被人罰完之後，罰了成百幾億，咁嘅講緊咧就轉個頭，即係又嚟過咁樣，咁大家就開始驚咯。其實咁所以罰完之後個股價都冇乜起色㗎，一路都破底啫嘛。係啊，一路破底啊，其實所以變咗嚟講，美團係咪咁開心？我覺得琴日點解大家咁開心？不過有個好處就近排啲北水咧，就好似都叫做肯留下去佢度，咁所以其實講緊呢個就好處咯。即係其實講緊個美團方面嚟講咧，嗱，琴日都少少地啦嚇，都有1億8300萬入到佢嗰度咁樣。咁你起碼入就好過出啦。其實咁近排調翻轉頭咧，啲電力股咧就好似相對就好似俾啲北水掟緊。所以我剛才就話，似乎好似資金大挪移咧，就好似將嗰啲嘅即係之前升得多嘅就換翻去之前冇升得咁多嘅股份度咁樣。咁未來都要密切留意翻佢啦。如果講緊仲係吸納到資金嘅話，個升勢我相信都仲係可以維持得到。咁但係如果吸納唔到，即係簡單講，即係你見到啲北水開始掟嘅話咧，你自己都即係少少嚇。冇鞋準備定隻劇啦，咁其實講緊就嚇，就算你未硬，如果跌穿你某啲位置嚇，咁其實你都應該考慮一下，會唔會止賺咗佢咧？因為其實依排反彈啊嘛嚇，咁但係當然啦，之前掟落嚟嗰啲，依家彈咗啲，賺唔賺？因為有啲人啊，中意喺 lift 嗰度跌低，嗰度起翻身嘅，但係我覺得咧就唔好搞呢樣嘢啦。都斜嘅，唔啱就去唔啱就走啊！咁其實呢個係撇脱嘅所謂嘅，其實講緊即係呢個係女強人，通常啱就啱，唔啱就算啦。其實講就係嘛？唔係啊，嗱，温總嗱，好多朋友咧喺度話阿姜 Shack 咧就叫你多啲出嚟做節目喎。哦，係啊，佢覺得你睇線好準，係啊。哦，多謝多謝多啲揾阿温總上。多謝多謝。咁嗱，頭先咧就提到咧，阿温總啊，中意啲5號啊、11號啊，咁我估除咗個息係比較好之外咧。就係睇嗰個美國債息就會再上啦，啲銀行嗰個息差啦。咁啊，講到收息股咧，或者收息類嘅產品咧，就唔可以唔留意啲 ETF， 因為有啲 ETF 咧都係非常之高息。咁所以好快稍後咧，阿 Steven 就會上嚟同我哋介紹一下咧，有啲乜嘢好嘅選擇噶嘛，同埋温總睇下有冇啲咩意見咁樣啦。咁我哋稍後就再睇下啲高息嘅好好好選擇嘅，的確幾好選擇。我自己見佢都，我哋上次講完咧，扯咗浸上去㗎。係啊，幾好啊！嗰次扯咗浸上去㗎，其實係啦，所以一間要再問佢。係啊。到底是怎樣有什麼即要研究的地方的那我呢就不問我自己的問題那麼多因為你我怕答不上的問題那今天 Apple 早晨另外Sailing Walk 就問隻2319和隻914、哇這位朋友兩隻都沒有貨的那現在最勁是什麼是有錢享受的朋友就真的可以四圍撈貨了那就看中了這兩隻蒙牛和一隻海螺哪一隻好一點呢如果兩隻方面嚟講咧，就通常啲基金都中意揸蒙牛嘅，但係兩隻其實都唔同一樣嘢，咁所以其實講緊就本身你話，如果兩隻揀一隻咧，少少好似唔係好公平咁樣嚇，咁因為其實講緊又即係一隻飲飲食食嘅，一隻講緊係即係基建相關嘅咁樣，咁近排。講咗隻海螺先啦，其實近排因為大家擔心啲電啦，咁啊，所以早排隻海螺咧就掟咗落嚟啦。其實冇辦法，因為講緊你限電啊嘛。佢限電咧，我都特登問翻上邊啲
朋友啊，或者講緊係啲同業啊咁樣，咁其實講緊佢哋嘅答案都係主要就限喺啲工廠嗰度。咁你死啦，其實咁啊限喺啲工廠度，咁即係講緊同埋呢啲工廠嚟噶嘛。即係生產都好麻煩咯。佢其實有啲講法嗱，呢樹我哋喺香港啊，咁我亂講嘢啦。其實講緊就有啲講法咧，就好似話係一個貿易策略嚟嘅。啊、即係其實講緊就唔係話唔夠電，但係講緊咧就想限制一下啲生產咧，講緊可能將啲即係中央可能有啲計劃，但係我都唔係好明點解係要咁樣做。其實講緊就即係佢好似香港即係內地嗰個產能去得太盡，或者幫咗好多國家咁，所以佢好似想刷啲存在感啊，即係嗰種感覺咁樣嚇。佢冇 exactly 有一個咁樣嘅即係assumption喺度，但係大家估嘅啫。其實我強調翻呢個係估嘅啫。其實講緊就嚇咁，但係呢個估到底有咩著數咧？我諗極我都諗唔明。啊、不過有個人咁傳啦，咁我咁講啦，其實講緊係有乜理由有生意唔做，會講緊係有好處咧咁樣，好奇怪嚇。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咧，咁佢即刻都真係走去揾煤啊嘛，嚇，即係走去揾煤啊嘛。其實講緊就嚇，咁你依家即係山西嗰邊，因為山西不嬲係煤嘅大省啦、嗯。除咗我哋以前中國金融大省之外啦，你知唔知噶？全球以前清朝最大嘅錢莊就喺山西嘅，其實係、哦、啊，係啊，講緊就嗰陣時清朝嘅你熟啲。咁都俾你知道，咁但係 anyway 嘅講緊就本身咧就佢有60多個礦井，就因為大雨啦、嗯，新聞片段亦都的而且確影到好大雨嘅，其實嚇，咁啊講緊就停咗，跟住就喺內蒙方面嚟講就運出嚟，但係內蒙有一個問題嘅，內蒙有礦，但係講緊個運輸唔係好方便嚇、嗯，其實講緊公路係公路網係 OK 嘅，但係內蒙真係地方太大，你運出嚟太遠，其實呢個亦都真係唔係太著數咁樣，不過冇辦法之餘，依家講緊馬死落地行，咁你要煤方面你就要㗎啦，同埋講緊你嗰個煤嘅。不是只是中國內地緊張，全世界都緊張，其實印度都有電廠停了工，其實沒有煤、嗯嗯、他們的煤呢三天都不夠，根本上其實還衰過大陸，其實說就說三天都永運不到，那個別甚至乎停了，已經說是即停了發電了，其實那可想而知變咗真係某程度上嗱，俄羅斯幫我哋啊，咁除咗俄羅斯咁，你都要自給自足，都要自己諗啊，諗翻辦法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內蒙啲煤咧，的而且確就要真係幫一幫手啦。其實講緊就嚇，咁、嗯、但係講緊就本身即係到底會唔會影響到914方面嚟講嘅表現咧？嗱，短期914咧就真係彈翻啲啦。其實咁叫做啦，今日方面嚟講咧，都仲叫做即係叫升得到咁樣，咁升到有8毫子咁樣。咁短期方面你密切留意翻嗱，依家如果依家先至買咧，就少少蝕底，因為其實講咧又貼住條廿天線，又貼住條50天線。廿天線就講緊喺呢個44蚊，50天線咧又係差唔多44蚊，去43.8呢啲位置。咁貼嘅話，雙重阻力。咁其實講緊咧，依家暫時咧，我未敢話佢超賣住嚇，我未敢話佢超賣住，但係講緊咧有少少喺嗰啲位咧，一係你就企穩咗先買嚇、嗯。如果唔企穩買咧，咁我自己會覺得咧就稍微有少少蝕張。我驚你咩咧？買咗之後轉個頭，佢有個後抽頂翻落去咧，咁啊比較蝕底啲、嗯。如果正常嘅話咧，即係企穩買就其一啦。第二樣嘢，你如果穩陣嘅話咧，就落翻去，一係落翻去嚇，咁啊大概42蚊到嗰啲位置先再買。咁、嗯、如果你落翻42蚊到嗰啲位置再買咧，你止蝕位用翻上一轉個低位咧，40.8元或40蚊啦，其實咁你蝕2蚊啫，5%啫。咁、嗯、你輸有限啊嘛。上邊方面嚟講，上望空間咧，如果我當佢係即係 say 頭肩頂又好，因為佢少少形態似嘅其實嚇。咁如果係頭肩頂又好，或者講緊係講緊係即係真係可以叫一頂一底高啊底又好，因為其實講緊咧，佢依家啱啱呢一個底咧，講緊係呢個10月4日呢個底咧，其實都高過翻8月3日嗰個底咁樣。咁佢其實有少少都即係如果佢係今次係升得破得到上一轉，即係講緊係呢個本身9月10日嗰個頂咧，咁你其實講緊仲係一頂高一頂嗰種格局嚟嘅、嗯。所以其實講緊咧就不如兩樣嘢啦。其實一係佢回調翻落嚟42蚊你先買，一係就穩陣都係企穩44蚊嘅時候你先買。咁嘅時候你買咗咧，就用翻44蚊我嚟做止蝕嚇。如果44蚊佢讀翻落去嘅，咁即係好大機會就係頭肩頂啦嚇。咁、嗯啊、你落翻去嘅時候就睇住條頸線咯。咁條頸線方面，如果真係擺得遠少少嘅話咧，就39.8嗰個位咯嚇。咁佢依家懟唔穿，如果條50天線咧，又係講緊咧，如果碌翻落嚟穿翻39.8或者40蚊嗰個位咧，又係講緊咧就頭肩頂咯嚇。咁、嗯啊、其實講依家都好明顯一個人仔咁噶啦。其實依家嚇好似個山字係咪啊？你叫畫少咗一棟啫嘛，係嘛？爭呢邊咯，爭呢邊啫嘛。其實如果嗰邊畫埋落去咁啊，其實講緊就好係噶啦。其實嚇咁、啊，所以其實講咧。電唔夠會唔會俾咗啲煤，即係講啲嚇，即係水泥廠先咧？嗱、嗯，呢、這個真係一個好大問號。我覺得佢未必即係俾水泥廠先嘅，佢、嗯、可能俾啲出口加工嗰啲，可能嗰啲先嘅。其實，但係好多出口加工咧，我問翻咧，都咪問翻啲廠，佢哋話好彩我哋都自己有發電機。
咁所以其實嗰間都 OK 嘅。咁但係有個問題就自己用發電機咧，就用好多柴油啊，咁實嗰個生產成本都貴啲嚇。你梗係其實嗰間用電線嘅電就平過用發電機嘅電噶嘛嚇。你自己發電方面嚟講，通常都會貴啲噶嘛。所以其實嗰間又佢哋有得頂住。因為其實香港很多人搬間廠去上邊咧，都會買架發電機嘅、因為以前經常停電啊嘛，即係短線幾日咪得咯，你長期都唔係辦法咯。其實嗰陣好難，即係個生產個成本咁貴咧，佢哋未必賺得到錢，影響到嘅。OK， 好嗱，咁啊，咁二三咁啊，跟住就講緊係蒙牛啦，就講埋只蒙牛啦嚇。咁只蒙牛方面嚟講咧，就好多基金經理中意嘅，我見好多基金經理十大持股咧都有嘅，其實咁所以蒙牛方面嚟講咧，佢其實依家如果你睇翻大圖咧，就一頂高過一頂嘅，咁佢一路 keep 翻住咧喺嗰個即係如果市盈率方面嚟講咧，25倍市盈率其實繞翻住嗰個佢嗰個嘅平均市盈率稍微上少少，佢未到一個標準，即係稍微上少少個位置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其實嗰陣就去翻依家呢啲位咧，其實都合情合理嘅。咁而如果睇翻咧，就市場上邊大多數都俾佢買入評級，都係一個好嘅評級啦。咁所以其實未來方面嚟講咧，問題你喺邊個位買得比較舒服啲咁解啫。嗱，佢如果依家懟落去咧，就有機會試翻條50天線。咁但係50天線之餘咧，佢之前咧就喺8月頭咧有個頂嘅，其實嗰個頂大概45元附近。嗱，嗰個位附近咧，介乎嗰個位同埋50天線中間呢啲位置咧，咁其實我覺得咧就有啲吸引你可以考慮直播。咁啊，依家其實喺50天線喺46.4啦，其實咁頭先嗰45元啦，咁你咪大概46元度咧，你可以睺一睺佢咁樣。咁我覺得咧，止唔止蝕方面嚟講，如果你穩陣要做止蝕嘅話咧，咁我會擺得比較遠少少，因為呢只股份我都係有啲信心嘅。其實我會擺翻落去咩咧？低過250天線，我會擺翻落43元嗰啲位置。咁因為其實講緊咧呢只股份，我見住都跌唔死嘅。其實講緊就好多時咧，嗰啲飲料股跌落嚟，佢又講緊跌完轉個頭，佢又擒翻上去咁樣。咁雖然其實講緊就未來方面天氣涼咗，睇下會唔會多啲小朋友飲酸奶咯。其實正常夏天飲多啲呢啲嘢嘅，其實咁啊冬天方面會唔會飲多少少咧？其實講緊就佢呢啲產品係好似幾好賣喺內地方面嚟講嚇，因為蒙牛唔係做奶粉噶嘛，通常都係做酸奶多噶嘛。咁佢唔係嬰兒奶粉嗰只，唔係嗰只咯嚇，唔係配方奶粉、嬰兒奶粉嗰只咯。其實佢哋其實你喺超級市場見到全部都係嗰啲酸奶多，咁佢啲酸奶即係當幫佢賣下廣告都幾好味嘅。係咪啊？酸奶我唔知係咪廣東人嘅口味。我其實我就唔飲乜多，因為太好味啦嚇，太好味同埋太滑。咁我有時我會擔心太好味太滑咧，裏邊加咗唔知幾多嘢落去。因為正常你酸奶咧，自己屋企都做到嘅。你買包酸奶咁啊，講緊倒乜嗰啲嘅乳酪落去咧，你擺幾日就搞掂噶啦。擺唔知一兩日咁啊搞掂。以前我工人教嘅嚇，即係佢係嚟普洱人哋普洱人，你知好飲好多呢啲酸奶啊，成嗰啲咁樣係啊。咁其實佢教嘅，其實講緊就咁啊，一乜乜咁樣。咁但係嗰啲冇咁多味道噶嘛，冇咁好味噶嘛。其實咁樣加幾多糖啊，加幾多成我唔知咯。你知我啊懶健康咁噶嘛。如果唔係朝頭早朝朝擒上山做乜鬼咧？其實係嘛。咁所以其實嗰陣我就偶爾飲一飲就幾滑幾好味嘅。其實但係講緊就本身我飲得唔多，但係小朋友中意飲喎。小朋友呢啲食糖都食咗啦嚇，無限咁食噶啦。其實嚇就咁樣咯。係啊，咁好，我哋咧就即係，所以呢位朋友揀嘅兩隻股份咧都詳細解釋咗啦。嗱，我哋咧就好多朋友問咗好多問題，即係超多。我快啲啊！因為有兩個朋友都問就669嘅，不如我哋就即係答咗669先啦。Grace就問佢150元就有貨，而家略為捱緊好少價啫。咁另外咧睇先，揾唔翻啦已經。咁唔緊要，我哋答咗呢位150元買嘅。哦，係阿孫孫佢睇先咩位可以入就669未買嘅呢位朋友。嗱，創科方面嚟講咧，近排真係跌得比較稍微多少少咁樣，咁因為其實講喺高位方面就明顯上翻落嚟，呢排都係啲好股咧就掟得比較緊要啲，不過佢超賣得比較嚴重啊，所以其實短期方面嚟講咧，佢未算好平，因為其實講緊佢依家如果我以翻個市盈率計啊，其實咁如果預測市盈率去到成27倍，其實佢平時 average 咧，其實講緊就即係20倍留下嘅根本上，其實咁所以其實講緊佢依家仲係貴。如果你想買嘅話，都當然唔係唔買得，其實講緊就你當希望個勢繼續維持翻啦。咁如果你真係去翻啲平台區，我會比較稍微擺得比較低少少啲位置，因為佢依家148元啦，咁我會 prefer
prefer 你佢落翻去啲平台區嘅時候先出手，我就覺得買得比較安全啲。因為今日方面嚟講咧，佢啱啱喺條一百天線附近糾纏緊嚇，咁一百天線就喺148蚊，148蚊2毫子。咁依家講緊佢就148蚊1毫子喺呢個位置糾纏緊咁樣。咁但係如果我會 prefer 咧，其實嗰陣就挨近翻多少少條250天線嘅時候先出手咧，我就覺得會買得舒服啲。咁因為其實嗰陣佢估值都係比較高，因為呢排有少少。俾我感覺好似有少少殺股值嘅感覺嚇，你見啲電力股係咁殺落嚟啦，有少少之前升得多咁，好似有少少殺股值嘅感覺。所以其實講咧，我就會 prefer 喺低少少嘅位買，咁啊講緊大概135蚊、136蚊嗰啲位買咧，我覺得就買得安全同埋買得舒服嚇。咁呢個其實我就舒服價嚟嘅啫，基本上。如果你要搏嘅，其實今日你搏唔搏咧？咁樣你想搏嘅，今日你都可以搏。咁但係搏嘅話咧。收市前如果是真的失守了一條100天線的，那你自己要想一想，即是需不需要做止蝕，其實講緊就，那我個人見解就這樣，因為其實今天都叫去回到大位，這個位置也是剛剛之前五月份方面的高位附近，所以其實今天這個是一個大位來的，如果技術走勢來講，今天你是可以考慮搏一搏的，還有 RSI 呢其實都已經超買了，即是已經超買 oversold 了，其實講緊就現在落到24.8了，其實，那你如果你要搏今天，你是可以搏一下的，但是個問題搏的時候你就用翻條一百天線做止蝕。咁如果真係講緊埋單前收工前，就唔好走咗去啦，及不及佢。如果真係偏離得比較遠少少咧，就止蝕咗佢。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呢幾日都要及住噶啦。其實，如果佢真係彈得到上去嘅話咧，咁你其實又睇下彈唔彈得翻到上去啦。因為依家140幾蚊啦，如果彈翻上去嘅話咧，之前咧個頂啦，咁啊唔係 mark 到最高啦，係啊 mark 到106蚊到啦。咁其實嗰陣就大概你預。10% 到嘅話，可能10% 唔夠咧。其實嚇160蚊樓上咧就會有阻力嘅。咁你大概去翻呢啲位嘅時候，你就留意一下，睇下需唔需要食股咁樣。咁當然留意下市場氣氛啦，或者其他嘢啦。咁但係講緊就近期的而且確佢有少少好似腳軟咗咁樣。咁所以就買嘅時候小心啲。兩個策略，一個策略如果你搏今日嘅，你今日買就講緊就本身失守咗條一百天線指示嚇。咁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舒服價就講緊係我頭先講啦，136嗰啲位啦。咁你其實用條250天線咧，輸唔到幾多，但你搏上去咧，就算 even 佢頭肩頂都好啦，你其實講緊嗰10-20蚊，你應該賺得到嘅。係好清楚嘅策略嗱，我哋咧就再問埋SY 嘅問題。好啊，佢6690啦，佢個問題咧好得意嘅，佢就即係擔心啊限電，唔知會對呢一類嘅公司即係有影響。我懷疑係即係擔心咧，佢嘅生產上面有影響啊，即係佢係做家電嘅嘛。有㗎，有㗎，其實講緊就嚇，因為其實呢啲都會有影響問題。佢哋其實講緊就。但係佢做家電嘅話咧，佢自己生產就有影響咯。但係嗰陣如果你話去到屋企嘅話，屋企又好似聽聞少啲停電嘅。其實講緊就嚇，我哋冇人話屋企停電。其實講緊嚇，咁啊即係主要都係啲工廠停電啫。其實所以好怪嘅，因為講緊如果你要保生產嘅話咧，你冇理由喺工廠停電嘅。屋企其實依家佢哋開始涼啦，根本上就唔需要開冷氣嚇，所以其實屋企停少少電其實都即限電咁就算咯。其實我就懷疑佢可能覺得屋企用電用得少嚇。因為其實講緊你知內地人就通常開冷氣唔開得咁凍噶嘛嚇，通常佢哋嚟到香港過夏頂唔順噶嘛，其實講緊就咁，佢哋依家應該就唔開冷氣噶啦，其實嚇好多人都應該喺屋企有可能開窗，所以佢又 that's why 我諗佢係咁樣，所以唔停到啲屋企電，但係其實屋企咧而家多咗好多人喺掘礦。哦，唔係啊，內地唔得噶咯，而家唔知仲有冇掘咧？其實講緊就係以前就好多人掘礦，你知嗰陣時啲 display 卡攞賣曬上邊噶嘛，其實好嘥電啊，啲晶片用咗好多嘅，講緊就嚇，所以其實講緊呢個我諗我唔嗱呢個就之前嘅事嚇，依家掘咗啲礦，佢點搞呢個另外一個問題咯，攞一朵隻手指攞出境搞都得，不過但係講緊個問題，你依家翻係複雜咗啦嚇，你唔一係坐大飛就一係坐飛機啊，係嘛？坐大飛好危險。發達嘅我哋唔講。OK， 坐飛機咧，其實咁你攞隻手指出街冇。不知道算不算辦法啦，呢個比較複雜啲啦，其實咁但係 anyway， 其實講緊就本身咧就變咗咧，對於可以自家嚟講咧，近期佢有少少上落市 feel 嘅，其實嚇。咁你又話跌得多，佢又唔係跌得多，但係講緊即係佢已經之前跌咗啦。咁但係講緊咧就似乎去到25-26蚊度咧，佢又會有啲支持。咁你咪炒波幅咯。其實如果你想買佢嘅話，如果你未買嘅話，咁啊當然其實調翻轉頭咧就去到25-26蚊之間。咁你咪伸隻手出去試一試水温咁樣，咁其實如果真係失手咗嘅，咁你咪講緊喺翻啲嚇底線嗰啲位置咁嘅大概啦嚇，咁講緊就即係24.5啊、24蚊啊呢啲位置，你咪做止蝕咯。輸就輸你好少啫，其實10% 都唔夠，咁基本上1蚊幾個零銀錢啦。咁但係上嘅話咧，你可以上得到大概即係28蚊啊、28.5啊呢啲位，其實講緊就我覺得即係。有機會嘅，咁啊大概接近10%到啦，其實呢個你可以咁樣考慮嘅 ，OK？ 係啦，咁啊頭先阿温總提
過咧，話而家市場都仲係似乎都仲係做緊一個殺估值嘅行為啦。咁到底我哋嘅投資策略好唔好再放翻多啲係穩陣一啲啊、高息一啲嘅選擇咧？嗱，雖然唔好行開，我哋稍後咧 ，Stephen 咧好快就會過嚟啦，上嚟同我哋咧就再介紹一下有啲咩即係啱大家喺而家呢個市況可以部署嘅策略嘅。咁啊，唔好行開住啊！好啦，我哋翻嚟啦，即刻見到阿 Stephen 咧坐咗喺度，嗱，繼續有温總嘅。Hello， 大家好。之前呢個組合係傾過嗰陣時講過一次，講咗又係三八月廿五號，係咁啊，都係3110，係啊，3110本身曾經飆咗上去添啊，高過上講完之後嚇，因為係咪派過息嘅中間？派過息啊，係啊，九月幾嗰陣時候派咗個末期。個中期息哦，即係佢有少少追息嘅喎，都會佢派完除咗剩之後，咁而家又升翻上去咁樣咯，係啊。佢其實呢啲好多時，我會唔會好似嗰個日本嘅漏斗咁樣，即係講緊嗰啲喺水滴下滴下嗰啲咧？係。我成日覺得嗰啲派息股咧，因為其實講緊就漏咗落去，跟住佢可能俾咗啲俾股東，跟住講緊佢又慢慢再儲過咁一路吸一吸咁上咁樣。可以咁講嘅，同埋佢裏邊因為嗰啲成分股啦，有啲都特別係裏邊有好多係原材料股嚟。
係啊，咁樣原材料股，大家尤其是近排有可能睇到啲油價嘅升幅啦，咁裏邊有三桶油喺裏邊啦，係啊，所以個呢一個呢個高係啊，呢個高息嘅組合裏邊就好多唔同，即係比較寬嘅嗰個exposure， 我哋叫寬基型嘅 ETF 啦，裏邊有原材料股啦，有資源股啦，有頭先你哋都有講過啲水泥股裏邊又有啦，咁有好多唔同嘅嘢嘅，咁當然亦都有房地產嘅股喺裏邊啦，咁變相佢喺唔同嘅板塊行緊嗰陣時候，就帶俾大家一個除咗可以收到高息啦，即係講緊就3110啦，佢有陣時都會俾到大家幾唔錯嘅表現㗎，過去八年啦，即係佢上一市八年啦，都跑贏緊恆生指數嘅。已經緊要揾阿Stephen咧，再詳細講下。好啊。點解有啲人叫做佛爺嘅？佢哋我唔記得咗邊個，係啊，我唔記得咗邊個改啊，跟住改咗之後就講下講下就一路用。好犀利！我今朝早有溫總同埋佛爺同我做節目，所以我哋無懼出邊嘅風雨啊！滿天都係喎。好犀利！好犀利！你哋兩個做張紙板幫我哋鎮住市咁樣，嗰時真係跌少咗啊嘛，係咪先？而家大概跌200点到。不過我哋咧就言歸正傳下，講翻個市先。嗱頭先我哋就傾過好多即係股份啦，答咗好多問題啦，同阿溫總咁。其實對於高息的選擇咧，温總頭先你提過就係五號啦、十一號啦。除了銀行股之外，你做咩？有啲咩可以醒我哋咧？3110咯，嚇我都有推介過嘅，其實講緊就嚇，我都 exactly 真係有推介過嘅，其實講緊係嚇，因為如果真係你話買咗佢，跟住講緊係揸住息嘅，又唔使煩嘅，咁其實何樂而不為咧？同埋佢個好處就係、是。diversify 咗啊嘛，嚇嗱，我叫你買十一，叫你買五號，叫你買6823，其實講完一大堆，你係咪全部都買曬咧？其實全部都買曬咁煩，咁不如其實揾一個籃中間，其實裏邊有曬嘅，咁我自己會佢會幫我做下 judgement， 邊個唔派息嘅會幫我踢走佢嘅，咁基本上我仲使咩煩？方便啊！管理費又平，根本上其實即係呢啲似有若無嘅錢，咁老實講。有時都會被人賺下噶嘛，即係講緊係零點幾嘅啫，係咪？0.18咯，嗰個 management fee 嚇 ，ongoing charge 就 1%， 咪就係咯，似有若無咁樣。其實講緊老實講，即係俾貼士都要啊。有時其實講緊俾咗印花税都俾咗0.13啦，其實係啊，呢啲慳印花税噶嘛，唔使俾印花税噶嘛。ETF 我哋香港係唔需要俾呢一樣嘢噶嘛，所以其實講緊。揸住佢咪搞掂咯，其實到時到後有啲人成日依家國興講年金啊嘛，係咪？又話之前又傳過又話強制年金啊，呢啲唔強制嘅幾好啊，係嘛？咁咁多隻股票幫我分散風險，我又自己唔使煩咁樣嚇。咁變咗我呢個都係我自己推介嘅，其實嚇，因為講緊強調翻，你如果你諗住收息，想有啲即係叫做 recurring income。又唔使煩，其實呢個我都係一個好嘅選擇。有專業人士幫你去 solicit 嘅話，講緊係到時到後咧，會去再掟過，再 wait 過嚇。咁變咗嚟講，你又唔使自己煩，我覺得呢個係最好嘅選擇。咁當然啦，自己如果真係哇，我中意考下眼光嘅啲税銀，我中意我嚟買股票嘅咁樣。咁頭先嗰啲即係冇衝突嘅，其實大嘅你咪買呢啲咯。其實話講一半嘅倉，買一部分嘅倉買呢啲咯。其實3110咁樣，咁有啲細嘅，自己考下眼光，你知啦，細細住大大聲。咁講緊俾翻俾人聽嘅時候就好開心噶啦嘛！哇，我睺中只乜乜啊咁樣，佢開始升啦咁樣，咁其實講緊有啲牙刷嚇，咁都係人生樂趣。咁所以其實講緊就本身咧，兩個選擇，其實講緊就我自己覺得都 OK 嘅。咁但係我覺得就如果你係要有一個穩定收入嘅話咧，呢、這個其實係一個唔錯嘅選項咯。嗯，係啊，不過Stephen，你又同我哋介紹一下呢個3110啦。好啊，其實呢啲 ETF 咧係一隻被動式嘅 ETF 嚟嘅，咁佢係跟蹤緊個指數嘅。咁佢跟蹤緊咩指數？就係一個叫做恆生高股息率嘅指數。咁啊，當然係恆生指數公司出㗎啦呢個指數。咁佢其實想做啲咩咧？佢咧其實啦就係想透過呢一啲嘅策略啦，就係同大家啦去。在呢個股海裏面，在恆生綜合指數的大型及中型股裏面，揀50隻最高息的公司出嚟。咁佢點樣揀最高息嗰50隻咧？佢唔係淨係睇佢派息係最高嘅。佢亦都會睇咩咧？佢睇幾樣嘢，有幾樣嘢係大家聽咗之後咧，就會明白到3110想做啲乜嘢俾大家噶啦，即係想可以俾到大家嘅。第一樣嘢咧就係原來啦，喺恆生綜合嘅指數裏邊嘅大型及中型股啦，裏邊啦，其實要一定要係連續3年都有派息嘅，連續3年都有派息，唔斷得嘅。斷咗嘅話，個指數就會剔除咗呢一間公司噶啦。OK， 咁變相佢一定連續3年有派息啦，同埋啦，佢亦都會去。
分析埋啦，去審查翻啦。如果有啲公司派息係高過七厘嘅話啦，呢一啲係咪一啲一次性撥備嘅活動？嗯，一次性撥備嘅活動，因為有好多上市公司佢有可能喺今年市場情況好嘅或者唔好嘅，佢可能賣咗棟大廈，賣咗笪地，賣咗間廠。咁樣佢有可能嗰一年就會派好高息嘅，但係呢個下一年就有可能冇得賣地、冇得賣廠咁樣嘅啦嘛。咁變相啦，其實就冇個持續性喺度啊。所以個指數啦，亦都會幫大家去審查埋呢一樣嘢嘅。咁如果係高過七厘咧，就會睇下係咪一啲一次性嘅現金撥發嘅一啲活動啦。咁就剔除咗佢，先至計佢係咪算係高息股。咁開始成咗型之後啦，連續三年有派息啦，高過七厘又會去審查一下啦，個指數亦都會睇埋呢啲公司啦，平均每一日個成交量啦係至少都要有2000万嘅，係啦，即係個流動性活躍嘅個流動性係喺度嘅。咁到最後尾啦，佢再會剔除埋啲咩呢？就係最高波幅嘅 volatility 嘅 25% 嘅股票。係啦，嗱聽落去好似好複雜，但係全部都係咩呢？就係講緊呢間公司原來起碼連續三年有派息，流動性是不錯的。如果是高過七厘息的話，就會看它是否可持續派 的一個活動，同埋太高波幅的話又會幫你剔走 25%， 即是這一籃子裏面，即是它怕你就賺息就蝕價。因為波幅呢，我哋好公平咁講啦，波幅可以係升，亦都可以係跌嘅。佢係想做到嘅咧，就係俾到投資者啦，去留意3110嘅話啦，就係俾到一個綜合翻香港市場高息嘅股票嘅一籃子嘅表現。咁我哋可以睇下佢裏面有啲咩股票啊？其實好多都係好多普遍中意收息嘅投資者嘅一啲愛股嚟㗎。我哋可以見到行業裏面嘅分布啦，咁。頭先所講嘅11号都喺裏邊㗎，係啊，容許我岔開講一句，大家整一精神先。係啊，股息率成七厘二嘅，其實你買一大堆股票有七厘二息，咁其實講緊唔錯喎。其實講因為香港人就香港人就最直接㗎啦。你講緊有幾多錢俾我先嚇 ？Show me the money， 咁其實 show you the money 就七厘幾息咯。咁如果你個股價方面一路 flat 嘅話，咁你其實基本上嚟講，你每年擺100万落去，咁你可能 expect 有70000蚊息。咁當然呢個唔係 guarantee， 唔係 fix 嘅，其實咁但係講緊。過去他咪做緊呢啲咁樣嘅嘢咯，突然間流曬口水，100万有七萬，即係講緊呢啲就係大家要嘅嘢啊嘛，其實咁我一。咁大家其實講精神啲啦，聽下 Steven 繼續講啦，其實係啊，咁其實有七厘息啦，即係綜合咗之後有七厘息啦。咁樣佢裏邊咧有房地產嘅公司啦，有金融業啦，譬如話四大中資銀行股又喺裏邊啦，三桶油又喺裏邊啦。好多投資者其實唔應該係自己就買咗呢啲嘅個股嘅。咁買啲個股係完全冇問題嘅，我要好重複咁同大家買個股完全冇問題。買個股同埋買 ETF 咧，亦都係冇衝突嘅。分別就是大家要承受翻，如果你嗰只個股因為某一些嘅事項啊，某一些嘅市場嘅表現啊，咁你要承受翻佢個股嘅表現咯。咁綜合咗之後就係咁樣嘅一個表現，3110嘅表現。咁個表現究竟係點咧？即係一籃子根據頭先所講嘅一啲呢個指數嘅規則，佢過去呢8年係一啲乜嘢嘅表現咧？咁就可以俾大家睇下啦。原來過去8年，咁呢個就係個指數啦，係咪咁樣？第一條啦，講緊嘅就係呢一個恆生高股息率嘅指數啦。咁樣佢過去嘅呢8年啦，由6月17号2013年啦，到呢個圖係 show 到9月9号啊，未 update 啊，但係都有90% 嘅 return 噶，平均每年有8厘嘅 return 噶。OK， 綜合回報嚟㗎啦，計埋咗派息㗎。計埋咗派息嘅，咁樣恆生指數係做幾多咧？恆生指數喺同期裏面啦，係做緊59% 嘅啫，計埋派息嚇，平均5.8厘嘅回報，所以佢係跑贏緊恆生指數嘅。OK， 佢係跑贏緊恆生指數。Total return 即係計埋派息啊，即係公平嘅，即係呢個高息指數派埋息，跟住計埋佢嘅 return 係咁多，咁恆生指數係咁多，咁就全部都係蘋果同蘋果比咁樣噶啦。咁所以咧，有位朋友阿 Jensen 就問咧，好問題嚟㗎，好問題嚟㗎。
睇到，咁你邊度睇到？我喺個電話度睇到啦，係啊。網上介紹呢個基金嘅表現咧係低過指數，係低過咩指數咧？佢嘅意思唔係就係低過點解個點解三一一零個表現係低過恆生高股息率嘅指數？佢嘅意思應該係咁樣咯。嗱咁樣呢一個咧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嚟嘅 ，Jason。首先啦，個指數啦。是一個數字嚟嘅啫，因為佢冇交易，佢冇盈成本，冇成本噶嘛，冇成本噶嘛，咁係啦，温總一聽就明啦，即係咁我哋做一個基金嘅話啦，其實係有交易嘅費用噶嘛，即係我哋都要幫大家去買賣股票啦，咁買賣股票就已經有個費用喺度啦，咁係啊，咁變相一個冇費用，冇任何費用，我哋可能又有託管費用啦，即係基金有託管費用啦，有律師費啊，好多唔同嘅費用啦，會計啊。會計啊，咁呢啲全部都係費用啦。咁個指數就冇嘅。其實指數係個原材料嚟嘅。原材料嚟嘅，係啦，係啦。買咗呢個指數翻嚟，原材料再加工，咁啊做啲 service， 係啦，係啦。你唔可以買個指數㗎。所以我哋就個，因為我哋有個埋呢個成本之後啦，佢個表現會計埋落去3110裏邊㗎嘛，係咪？所以佢個表現就會低過指。所以其實咁樣講啦，阿Jason可以睇下啦，可以睇下。好多不同的 ETF 啦，你很難會找到一 個 ETF 會好過個指數，即係你仲叻過個你跟蹤緊嗰個指數會係比較難少少嘅，係啊，嗰啲唔係 passive 㗎啦，嗰啲唔係 passive 㗎啦，嗰啲唔係咩，嗰啲 active 㗎啦，温總就跑人大師啊，冇呢啲，因為大家行家一講就知，其實因為散户可能未必知，散户以為我哋 mirror 咗，跟住講緊就即係乜嘢都冇，乜嘢都一樣嘅，其實講緊係個字叫 mirror 咯，就唔係講緊係即係唔係唱歌嗰啲。其實嗰陣又唔係百分之百噶嘛，根本上，其實講緊嗰啲 cost 好貴嘅，其實個 custodian fee 唔係平嘅，基本上，即係你揾啲大銀行去做 custodian， 係啊，你夠錢好穩陣，好穩陣，基本上嚟講，有啲咩事唔會話唔見咗咁樣，但係個問題你呢樣嘢係需要成本嘅，等於好似你買一份保險咁，你需要成本嘅，唔係話無端端有人去保障你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咧就俾少少呢啲咁樣嘅 offer， 即係你咁嘅 cost。都是理解的，其實講緊就最緊要我都講翻最後一句，落袋的先係最實際嚇，咁落袋嘅原來都哇都有成七八厘嘅，咁其實嗰陣都算係嚇息就有七厘幾啊，咁加埋嗰個增長方面，因為你知恆生指數咧嚟嚟去去十年前我都是24000多兩萬五。係，嗰個真係唔喐啦。十年前都係呢個位置。十年前啲成分股同而家都又唔同啦，數量又唔同，但係叻喎。你唔好話乜嘢啊！十三年前咧，嗰陣嗰陣時係31985啊，其實嗰陣就31985點，今時今日都未，即係其實今年未過，未見過，今年都未到嘅嗰陣就係、是、所以其實講緊咧。這個是一些即是對於退休人士或者甚至不是退休的想穩陣的人士一個挺好的選擇的、阿斯娜我呢就中間及到呢你都這裡的成分股裡面、即是這個指數裡面的成分股裡面都有很多是內房股、本身內房股就超高息、即是富力、雅居樂咁樣，冇錯。而家就調翻轉，我哋對於呢啲驚驚啊嘛，而家大家都驚驚啊嘛。如果即係三年，佢突然之間有一個季度或者一個譬如年結唔派息，佢就會俾佢剔除噶咯喎，就會踢走咗佢噶啦。咁佢有佢踢走公司有好多樣嘢，佢可以係譬如話頭先所講嘅，佢有可能每一日平均成交冇2000万，有可能會踢走佢啦。佢有可能波幅太大，高於25%，即係成個組合裏邊高。最高25% 波幅率的有可能又踢走了它了，內房今年都大波幅的嘛，那會不會踢走就要看個指數，踢走了我就覺得又更加安心一點，是不是那個指數，個指數其實是與時並進的嘛，它這個指數它每一年都會不同的嘛，是不是，即譬如說上一年有一間獅子銀行它今年都不見了，那就不見了，是的，那變相個指數就是一路幫大家排毒，即是你揸住它的指數就幫你排毒了，所以應該在度嘅嘢就會唔見咗。銀行股裏邊咧，就留數幾隻啦，即係內銀股，即係幾大都有啦。四大都喺齊度噶啦。香港就有隻中銀香港，同埋阿温總嗰隻恒生銀行。冇錯啦。好嗱，咁我哋咧，不如呢個時間又答翻少少我哋家庭即係觀眾嘅問題啦嚇，因為咧就好多人排緊隊問問題嘅。咁我哋譬如有位朋友嚇123。Feel Officer 咧，想問只1798，我以為即係越秀房地產添，係喎嚇123喎，咁佢就問想問只1798同埋2628幾錢可以買嘅？咁我哋睇只1798先啦嚇，因為咧佢呢一排咧都係佢算叻仔㗎啦，其實講緊嚇，因為其他新能源股你就算講緊可能係我就算當係836啊嗰啲咁，其實甚至乎如果再講衰啲咧。隻嗰啲風力啊，或者係水力啲農源啊嗰啲，跌到你咧，真係眼瓊瓊。點解會跌咁多啊？呢排殺估值㗎。
其實同埋呢排你好明顯地係咩咧？好明顯地係啲股揸唔穩啊！所以其實講緊咧，頭先講到即係只3110咧，嗱個好處就係咩咧？嗱，佢買一紮股票，你一隻股票唔得，兩隻股票唔得，佢仲有一紮可以幫你喺後邊有幾十隻喺後邊幫你頂住。咁所以其實講緊，如果自己買一隻股票咧，就有時會有呢個問題。但係講翻只大堂咧，其實嚇買咗未有冇啊？佢未買。OK， 未買啊嘛。即係佢有兩隻比較，即係大堂好啲定係邊只啊？唔記得咗點？同埋2628，又係九唔搭八。我2628其實講緊就本身真係少少爭好遠啊！其實講緊就嚇2628呢兩日就做翻好少少，但係2628你真係驚嘅，其實驚乜嘢咧？佢真係好似即係好似弱不禁風咁樣，人哋升佢又唔升咁樣。其實調翻轉頭咧，隻平保都仲好少少，但係平保當然啦，隻華幸福就搞到佢好幸福啦。其實嚇咁啊，講緊你碌曬落嚟，咁跟住講緊近排開始好翻啲啦。咁但係如果兩隻你俾我揀咧，都的而且確係比較難揀少少嘅。其實如果你真係低位先買嗱，你忍得到手嘅。低位先買嘅咧，我就寧願買，即係可以試下買只大堂嘅。不過但係要忍得到手咧，我啲孤寒價嚟㗎啦，俾你嘅就啊就嚇。咁啊2.8元買嚇，2.8元買，2.5元止蝕，3毫子你當即係輸10%咯。其實嚇，咁去到翻啲低位先搏佢，就高位方面唔搏佢。其實未來佢有機會上翻去嘅，但係講緊個問題係咩咧？近排又殺緊股值嘅時候咧，變咗自不然咧。但係因為依家有個衰嘅地方就係，即係中央揼啲電廠心口喎。其實嚇，即係簡單啲講就係電廠同煤企，你哋兩個夾埋，即係拍硬檔，就走去做多啲生產，跟住講緊咧就惠及翻啲市民咁樣。咁你知好多都係國企嚟噶嘛，變咗嚟講咧，呢只跌嗰只跌，咁其實講緊就有時即係殺錯良民呢啲無可避免。所以其實講緊咧呢排佢可能要消化翻啲股值，消化翻早排個跌幅。咁變咗嚟講，你孤寒少少，唔好咁心急，因為之前真係距離條50天線太遠啦，大家都知啦，有個其實講偏離得太遠，個偏離值太高咧，會做個叫做均值回歸噶嘛。其實喺回歸翻嘅時候咧，所以其實講緊唔夠膽叫你太進取嚇，講緊孤寒少少啦嚇。咁啊2.7、2.8先買咧，我覺得就會比較安全少少咁樣啦。嗯，好，咪就解釋咗兩隻啦。咁、okay. 有位朋友咧，可能呢個問題就問翻阿Steven好啲啊。咁有位阿渣渣咧，佢就3119喎。係啊，佢一上市就買咗，而家就坐緊艇啊。咁啊就點解表現唔跟大市？不過其實呢排啲半導體股半導體差啲㗎啦，弱咗少少。是咁、那個3119咧係亞洲半導體嘅主題嘅 ETF 啦。咁佢裏邊其實最大嗰幾間公司係邊幾間咧？有南韓嘅三星電子啦，有SK 海力士啦，當然亦都有台積電喺裏邊啦，即係喺台灣地區嘅。咁有台積電啦，有 MediaTek 啦，同埋亦都有日本嘅 Sony 嘅。咁個唔跟大市嘅原因咧，就有好幾個嘅。首先啦，如果對比起大市嘅話啦，我其實覺得佢個跌幅咧唔算太過曳嘅，即係都係跟隨住嘅啫。但係其實喺國內裏邊咧，好多呢啲廠呢一啲嘅半導體嘅生產商啦，其實咧國內都係有廠房喺度嘅。咁頭先我都喺度細心聆聽緊阿温總分析翻呢一個電嘅市場嘅情況啦。咁其實就真係影響好多唔同嘅行業嘅，即係有少停產啊，係啊，乜嘢行業都有噶啦，即係半導體都不例外嘅，係咁呢個第一樣嘢啦。我諗如果大家睇下一啲水果品牌嘅啲電子零件啦，即係你睇下嗰啲，你睇下嗰啲係講得噶嘛，係嘛，講得噶，係啊，即係成身都係，係啊，你睇下嗰啲講緊有好多生產有可能都之後有可能大家會聽到多少少消息㗎啦，聽多添曲都攞唔到新機啊嘛，係咁呢一啲對半導體嗰個影響當然會有啦，咁呢個係一個 immediate 嘅反應嚟嘅，但係之後因為加唔加到價，即係如果生產慢咗之後可唔可以加價，但係個市場接唔接受到，承唔承受到，呢個係一個好值錢嘅問題啦。咁大家就要去留意翻，但係裏邊嘅公司啦，頭四五大啦，都係亞洲地區裏邊甚至乎係全球嚟講啦，最先進嘅半導體公司嚟㗎啦，係即係頭先所講嘅 SK 海力士、Samsung 電子、TSMC、Sony， 全部都係巨星嚟㗎，係個。而家咧係因為個生產啊供應有個即係樽頸喺度啦，但如果長期係即係要問阿温總啦，你睇唔睇好呢？因為嗰啲企業就肯定係好㗎啦，我哋用緊嘢全部都係佢哋生產㗎啦，我哋趁佢而家呢啲位係咪就
反而要問的問題就是要是不是值得吸納呢？你看看你是炒還是那間長渣，如果炒的話，其實那間我覺得這些位置都不貴的，根本上其實你如果你計算它52週低位去到50.5，現在50.78，你其實貼到行的根本上其實、如果計算它整體，你就是這些芯片公司近來是跌的，現在其實那間唯一就是什麼呢，啲債息上咗，科技股殺緊股值，咁其實講咧就有可能叫，即係其實同佢哋未必好有直接關，因為其實通常殺科網多嘅，但係講緊，因為你都係嗰扎嘢啊嘛，一叫科字，咁你其實嗰只基金叫科技基金嘅，咁你冇理由人哋話贖回嘅時候，你冇理由淨係贖即係啲科網嗰邊噶嘛，你又 chips 又贖啲，呢樹又贖啲，嗰樹又贖啲，咁變咗嚟講多多少少對佢必然有個影響喺度。短期方面嚟講有個影響係唔奇怪，咁但係講緊就本身我睇科技股又唔係咁差嘅，因為其實依家個債息上緊啦，但係個債息唔可能永遠上噶嘛，其實咁我自己覺得咧今個月可能對於科技股有少少壓力，但係講緊下個禮拜開始就出業績噶啦，其實慢慢開始好翻少少都唔。所以變咗嚟講咧，如果揸住咗，我又覺得可以繼續揸住啦。未揸住嘅，你想搏嘅，我覺得呢啲位亦都唔係咩好差嘅位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如果你用10% 止蝕，咁都可以考慮，因為其實本身佢揸嗰啲係亞洲區，咁其實講日本其實之前係升咗多，即係日本個股市啦 ，Sony 嗰啲升咗多，咁你有個回調，咁其實合情合理。其實南韓已經走先一步嘅啦，其實嚇。咁啊 ，Cosby 嗰啲其實已經係即係早上一兩個月已經垂開始垂緊落嚟㗎啦，基本上其實，所以變咗有少少影響咧，就即係依家會唔會已經跌夠咧？嚇、啊，咁其實講呢個就大家諗翻咯。但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即係芯片，你同我講，我同你講，你唔需要用芯片，你信唔信咧？基本上只會越用越多嘅啫嘛，車。嚇、啊，講緊就電話，你什麼任何嘅電子產品，甚至電視機，以前我細個電視機邊有芯片㗎？其實有顯像管嘅啫嘛，其實而家風扇都有啦，風筒都話有。咁你其實個demand係大嘅，咁本身嚟講，依唔夠咧係合情合理嘅。只不過問題就好多國家就因為芯片方就唔俾佢加價，或者用啲方法去做嘢。咁但係其實未來越賣越多，呢個係必然嘅事情。所以其實講咧。即係如果你作為龍頭嘅，即係亞洲幾間龍頭嘅，亦都供應全世界大多數嘅芯片啦。咁其實講緊我自己覺得就3.19，你長揸，即係如果你啲錢唔等用嘅長揸 ，OK 嘅。其實講緊就同埋佢每一手又唔係貴，都係3000蚊都唔使咁。基本上嚟講，你揸得舒服嘅。嗱、講到芯片咧，我咧補充一下咧，今日即係有關即係嘅股份今朝早嘅表現嗱，咁就信譽光學咧，佢公布咗9月嘅數據之後咧就超核突啦。咁啊，今朝早咧就低開，而家碌咗落去嘅。咁啊，曾經低位咧去過180幾蚊添啊，慘到冇。插到緊，咁而家就收復翻部分失地，做緊192.5，咁啊仍然跌成4.5%啦。另外咧，亦都係受到芯片即係個供應影響嘅咧，仲有啲汽車股啦。咁啊嗱，長城汽車公布咗9月份嘅銷量之後咧，而家股價咧就係不跌反升嘅，逆市升嘅2.4%啦，175望一望。嗱咁啊，今日咧都係升1%嘅，但係咧佢就未達。即係當係未達標㗎，那個今年個銷售量。好啦，另外咧有位觀眾嘅問題咧，就想去，我諗佢繼續係問翻只3110啊 ，Tony Tong 就問。好問題嚟㗎、我都想答啊呢、這個。好、okay, okay, ，係啊，佢其實個問題啦，就係問緊呢個派息金額啦，係咪喺基本資本嘅，即係係咪喺out of capital 啊個派息嗰度？咁、如果你上我哋個網站啦，佢其實會 show 翻俾你睇咧，有幾多成係 pay out of capital， 幾多成係唔係 pay out of capital 嘅？咁、但係去到呢個位啦，就要明白翻啦 ，out of capital 啦呢一個啦啊係一個 accounting 嘅 term 嚟㗎。咁首先啦，3110啦，佢所跟蹤緊嘅呢個恆生高股息率嘅指數啦，佢係一個年檢嘅，即係佢個 rebalancing 係一年一次嘅。咁派息咧就兩次喎、咁佢有一陣啦，就係3月啦，有一陣就係9月幾咁樣嘅個派息。咁變相咧就有個分別嘅，因為如果個基金係冇做到一個買賣嘅情況咧，即係冇一個 trading 嘅情況啊，咁樣嘅話咧就變相咧就一定係 pay out of capital 嘅，就算唔係 pay out of 基金個。個資本啊，因為個 accounting 係我個基金一定要有嘢買揸咗或者沽咗，即係有個 transaction， 咁樣就計算咗，咦原來個基金賺咗錢，咁派出嚟嘅咧就唔係 out of capital 啦，因為基金賺咗錢啊嘛，咁你要沽嘢先至算係賺咗錢噶嘛，即係 realize 咗個 P&L 啊嘛，即係如果你買咗只股票佢升咗好多，但你冇沽到嘅，呢個係屬於帳面就唔係真實啦，即係唔係 realize 個 P&L 咯。咁呢一個係咁樣嘅計法嘅，咁我可以講多少少啦。佢其實嗰個
點樣去計派啲咩出嚟啦。咁其實指數啦，永遠都點樣都一定有兩隻嘅，有一隻咧就係叫做 total return 咧，即係計埋派息嘅。咁3110所跟蹤緊㗎啦，就係呢個綜合回報就係 total return 嘅呢一隻，即係計埋派咗息之後再投放翻入去呢一籃子嘅股票裏邊嘅。咁呢個恆生高股息指數咧，恆生高股息嘅指數咧，佢有一隻嘅指數咧係唔係？total return 嘅，佢好揀嗰只嘅，佢嗰只咧就叫 price return， 即係佢、即係好似你睇3110啦，如果你睇佢而家$25啦，你淨係睇佢嘅價錢表現，但係佢今年派咗1.88出嚟啊嘛，係咪？咁如果你係要計佢個真實價格嘅，佢冇派呢1.88，你應該加翻佢上去噶嘛，係咪？咁好多人就會覺得我派咗1.88，所以佢咪$25，但係俾咗你噶嘛，嗰個錢係係咪？咁變相就係點樣計個派息啦？就係、攞個 total return 啦，即係計咗1.88加埋嗰、個減冇派息嗰、個，咁我哋咪知道咯。兩個指數一樣噶嘛，差異就喺度。個差異就喺度啦，即係我哋就攞有計埋息嗰、個減冇計息嗰、個，咁我哋咪知道我哋應該俾幾多錢。即係派幾多錢出嚟俾市場同俾投資者咯、哦。我以為係嗰啲公司派落嚟嗰度，你就即係嘔翻出嚟。唔係嘔翻出嚟係應該嘅，但係因為我哋運營緊一個基金啦，有可能50公司啦，佢有啲有可能2月派息，有可能4月派息，有可能6月派息。咁、那個基金一現金多少少嗰陣時候啦，因為我哋個職責係跟蹤個指數，跟蹤得越貼越好啊嘛。咁成日幫你哋揸住啲 cash 又唔幫你投資，咁我哋個。個跟蹤指數嗰個 error 咪好大咯、所以我哋會喺嗰段時間啦，都係會買翻呢一籃子嘅股票嘅。咁就等辛苦你就做咗呢啲嘢，唔係我諗大家明白咗仲辛苦，即係要明白我哋做嘅嘢，好似聽落去真係好複雜，係啊，總之就唔係攞你哋嘅錢嘅，即係冇得咁樣做嘅。我哋係派咗息之後啦，就因為設定咗係3月和9月派息啊嘛，同好多香港上市公司都係3月9月呢啲時候啦。咁我哋就會睇翻，咦，我哋跟蹤緊連埋派息個指數減冇計派息個指數，咁兩者得咗。出嚟咪知道應該派幾多俾大家啦，同一條數嚟嘅，係啦係啦，咁我哋咪知道咯，因為我哋係有個 total return 同有個唔係 total return 噶嘛，咁樣我哋就會同大家講翻，原來係咁多，咁我哋大概就跟住呢個準則去派出嚟咯。咁如果係唔係即係唔係 out of 資本啦，就要睇啦，因為我哋有可能四月有好多公司派息俾我哋嘅。咁四月我哋幫大家收咗息之後就即刻買翻呢一籃子啦，根據個比例買翻呢50高息股啦，跟住股災嘅，咁有可能噶嘛，係咪？亦都有可能大牛市嘅喎，係咪？咁如果股災嘅話，咁咪都會派息俾大家噶，咁但係就會有可能係 out of capital 咁樣咯。係啦，咁呢個係大家一齊去承受噶嘛，因為好嗰陣時候就會派多咗俾大家噶喎，即係牛市嗰陣時候就會派多咗俾大家，咁熊市嗰陣時候會派少咗，大家一齊，即係公平地大家一齊去承受咯。但係就係50公司嘅綜合嘅表現啦，咁你可以諗下，你可能買咗匯豐嘅，佢派好高息㗎，係，但係你咪要承受翻佢嘅絕對嘅升幅啦，或者佢絕對嘅跌幅咯，係咪咁？上一年買高息股都好辛苦噶嘛，係咪先啊嘛？咁呢個係公平嘅一個現象。好彩個朋友問到你個問題，我好好嘅問題嚟㗎，即係要頒個獎俾阿 Tony 啊！呢個係好深入嘅問題，好開心佢問，係啊，好高質素呢個高階投資者嚟。我哋嘉賓有高質阿無為話：阿温總温文爾雅，言之有物。哦，多謝啊！咁既然係咁，我哋又答多啲觀眾問題。觀眾有冇時間可以？可以啊 ，OK， 因為咧我哋有少少 over。咁不如既然係咁講下啲車股啦 ，G G Travel。咁佢就你想答1221定2269啊？兩隻都答啦，不如嚇。咁兩隻都簡單講一講啊。嗱，1221我係中意嘅，其實。咁如果你咁多隻車股方面嚟講，最中意佢，因為點解咧？佢真係最 high tech 嘅，咁佢嘅缺點係咩呢？唯一真係估值貴，咁呢個就係佢嘅唯一嘅缺點啦。其實，咁本身就如果預測市盈率方面87倍，咁其實嗰陣就稍微係貴啲，但係比翻去之前高位咧過90倍啦，咁就都算吸引。如果依家係往績市盈率就貴嘅148倍，仲高啲啦。其實因為預期佢方面嚟講有個比較好嘅盈利表現啦。咁啊，暫時嚟講咧，佢似乎喺處橫行緊，因為所有車股咧都 suffer 緊芯片嘅問題。
咁變咗嚟講咧，就大家都喺樹捱緊，到底喺邊樹有芯片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去到翻咧206蚊樓上咧，又會有阻力。咁調翻轉頭咧，你落翻嚟咧，去翻到其實挨近翻條100天線又會有支持，因為始終大家都其實知道佢係真係賣車賣多咗嘅，生意係做好咗嘅。其實佢科技係有喺度嘅，但係個問題係，只不過問題係外在因素。咁你一個幾叻嘅師傅冇麵粉，咁你都做唔到麵包嘅。其實咁依家個問題就係咁簡單嘅啫。所以其實我自己如果覺得咧，就本身就比亞迪，我會係即係如果你買汽車股，你又 afford 得到嘅，因為12萬幾一手咧。就對於很多人嚟講，其實嗰陣都好似話買完佢，我少很多選擇噶咯喎。係啊，有個選擇喺我樓上啊，就係呢只咧2845啊，係啦，仲有隻27477同埋27476啊。哦，好啊，好啊，好啊。就上次啊，師傅都介紹過啊，即係啲。2845其實講緊係又係比較方便嘅，一來其實講緊銀碼又相對咧，即係好 user friendly 啦，因為其實大家近期都好知噶啦，其實即係供豐理業啊啲咁，佢係首即係第一大持股嚟噶啦，其實應該就冇變啦嚇。咁如果供豐理業方面嚟講，近排跌得比較多少，但係你見到咧，只2845咧都喺高位緊咬高台而不放啊，用翻阿 Sir 佢名句嚇。咁啊，即係喺高位方面冇乜特別太大明顯嘅回調咁樣。咁因為本身佢喺香港喺內地咁，其實佢都有買啲 A 股噶嘛。所以其實本身咧就有個呢下幫助喺樹咯，所以其實講如果真係買唔到啲即係好似一二一比較貴少少嘅2845都係一個選擇嚟嘅嚇。咁其實呢個都成交方面嚟講都幾足夠咁樣，咁大家 trade 嘅時候都 trade 得安心，同埋又係一句啦。你又唔使俾個印花税啊嘛，係咪？即係其實我都好唔中意俾個印花税。其實老實講，政府唔係做咗好多嘢，但係調翻轉，我要俾印花税，又要俾證監費，又俾呢樣呢樣，跟住濕濕星星嗰啲咧，咁買少數百場計就講緊就，如果你真係吹嘅話咧，就慳到呢啲，其實講緊都好嘅。所以我自己買美股，我都係中意買 ETF 嘅。嚇咁因為講緊係慳到呢啲嗰啲咁樣，講緊係變咗嚟講都開心啲咁樣嚇。咁所以其實講緊就2845，又麻煩阿 Steven 可以簡單。好啊，其實好多投資者咧，首先1211都係成分股嚟嘅，啱啦，係成分股，但係佢係揸緊只 A 股嘅嚇，佢係揸緊只 A 股嘅，要講翻。全部都係 A 股嚟嘅。全部都係 A 股，有一隻係美股咯，有隻小牛電池啦，做綿羊仔嗰只啦。咁啊佢其實裏邊好多投資者有可能忽略咗嘅或者未去到研究嗰個位啊，就係佢。佢會睇車，因為容易聽到啲品牌啊，大家都會成日講啊，但係就忘記咗，即係電動車呢個行業裏面其實同電池咧係息息相關嘅。咁其實電池，尤其是原材料嗰方面啦，近排啦係好多呢一啲收購嘅活動係出現咗㗎。咁首先咧有寧德時代啦，就攞咗接近300 million 美金出嚟啦，好似係200幾，接近300 million 就買咗加拿大嘅一間鋰嘅公司叫 Millennium Lithium。嗰啲鋰礦都係喺阿根廷嗰邊嘅，阿根廷係好大嘅鋰嘅原材料嘅公司，但係以為呢一個已經係好犀利嘅deal啦，最近啱啱又出咗另外一間啊，就少啲喺電動車及電池行業聽到紫金啊，其實係紫金啦，又買咗鋰礦嘛，紫金就買咗一個700 million 嘅叫 Neo Lithium 嘅加拿大嘅公司，又係啲阿根廷嗰啲咁樣嘅，即係大過寧德時代嗰個deal兩倍幾嘅一個deal，咁全部就係為咗去買整鋰電池嘅原材料，就係鋰啦，當然就係 Lithium 啦。咁呢一啲即係通常我哋嘅諗法都會係喺一啲多 M&A 啦，即係一啲行業裏面多收購嘅活動啦，應該係有前景先至會咁大額噶嘛。你兩單deal加埋都接近1 billion 美金嘅一個東西嚟㗎啦。咁當然啦，好多香港投資者已經熟悉咗禁風理業啦，咁佢其實亦都係裏面嘅成分股啦。所以點解個圖你會見到個走勢同一啲個股好唔一樣咧？就2845就係因為佢綜合咗電動車中上下游嘅一個概念出嚟咯。咁佢嘅過往嘅表現係點樣啦？佢上市兩年到嘅啫，都係咁上一年啊升100%多，今年都仲 OK 嘅。今年個年初至今嘅升幅啦，都仲有3%多，3.4%到啦。咁我覺得算係咁噶啦，尤其是係你見到過去呢幾個月嗰啲飲住跌個大市，佢算是交到功課俾大家，即其實調轉個頭嚟講啦，佢就係反映緊原來市場嘅
即係個睇好，即係睇好啲乜同唔睇好啲乜啊？唔捨得沽啊，係咪？係啦，咁係好定唔好就大家自己再決定啦。考贏比亞迪添啦，頭先係嘛？係啊，比亞迪都要跌，佢比亞迪都係一個大型上落市咁樣。佢上落市得嚟都震咗落去一級嘅啦，已經係。但係調翻轉頭，佢仲喺個高位嗰處，咁其實講緊就個表現方面。大家又可以考慮一下咯，嚇係碼細啲 ，OK。咁啊，阿Steven嗱，你預備咗個 PPT 咧，係咪都即係仲有冇地方要補充㗎？有啊，我想講一講個2845啦。好啊，上邊啊，上邊嘅係咪 ？Sorry 啊 ，Sorry 啊。因為2845咧，對上一個星期咧就阿Steven加埋 Jenny 咧就介紹過。啊，係啊，係啊，講係咁依講咗一下啦。我冷靜嘅部署嚟嘅。我就係想同大家講一講四個好重要嘅領域啦，喺電動車裏邊。首先啦，大家睇電動車或者點樣去分析一間電動車或者成個行業啦，電池、行車里數、充電啦、個速度啊，其實係同埋原材料啦，呢四樣嘢啦，係會導致到我哋喺宏觀上面去睇啦，電動車普及化或者成唔成功啊？係咪先？即係有好多投資者而家係有可能心大心細，電動車究竟得唔得㗎？冇電你差咩電啫？係咪先？即係唔使諗啦，係咪？咁呢啲都係正確嘅一個思考嚟嘅。咁大家要諗嘅有幾樣嘢啦，我就會用手提電話去睇翻嘅。大家記唔記得啱啱買第一代嘅蘋果即係智能手機嗰陣時候啦？充電要充幾耐啊？起碼充一個鐘啊嘛，係咪？充好耐。咁而家係咪有 Quick Charge 啊？15分鐘你用咗半日嘅喎，其實差唔多啦，係咪先？咁呢一樣嘢都會其實有可能啦，或者已經啦，係喺某一些嘅電動車上面已經係行緊㗎啦。咁呢一樣嘢會唔會導致到大家好會解決咗一個行車里數嘅擔憂啊？尤其是係大家揸電動車最驚嘅係咩？揸到咦冇充電咁點算咧？或者充電要等好耐咁點算咧？好，咁如果我可以同你講，咦充電原來充15分鐘。你就可以揸翻屋企噶啦，放膽買啊！係啊，咁你會開心啲噶嘛，係咪？咁或者會覺得安全啲啦。另外就係電池嘅價格啊，其實電池嘅價格啦，你會係見到咧係一路都係向下走緊嘅。OK， 因為有個平咗，有個生產量大咗啦，係咪？普及化又好咗啦，咁電池嘅價格係會下降嘅。咁電池啦，亦都係電動車最重要嘅一個價格嘅來源位嚟嘅。係啦，咁呢一啲嘢配合埋快速嘅充電啊，行車里數，如果有快速充電，行車里數使唔使一定要買一架好貴又好遠嘅行車里數呢？如果我15分鐘就充到，即係你又開始有選擇啦，開始有選擇啦，係啦，同埋原材料就頭先就已經稍微提及咗啦，紫金都買咗個$700 million美金嘅呢個 Neo Lithium 啦，好大單deal嘅，$700 million 好犀利啊，咁樣寧德時代又買咗個200-300 million 嘅呢個 Millennium Lithium 嘅呢間公司啦，係咪加埋兩單deal都差唔多$1 billion美金噶啦，好犀利，咁原材料就好明顯係大家值得關注嘅，咁其實睇電動車就可以留意下呢四個主要嘅因素，咁呢四個主要嘅因素都會有代表性嘅公司喺2845裏邊咯，咁啊可以去。依家啲 super charge 好快添啊，好快啊，係啊，真係15分鐘半個鐘搞掂，搞掂80%。講開車真係咧，啲男士會中意啊嘛，幾粒鐘都得。咁變咗大家其實電動車個普及，我相信係遲早嘅問題，所以變咗嚟即係其實依家香港已經越嚟越多，你落去條街説 Tesla。Model 3 20,000有一部，你攞一部平期攞部 Corolla 去同佢換就得㗎啦。本上其實又有稅務優惠又剩咁樣，所以其實講緊係我覺得即係依家係點解啲電車升唔到啊？啲電池股升唔到，係唯一個電嗰個問題啫嘛。其實如果呢個問題解決咗，芯片個問題解決咗，我覺得其實講緊即係大有前途。同埋都係一句，2040定2045咧就唔再生產。有車嚇，即係其實有嘅私家車就唔再生產㗎啦。其實咁變咗嚟講咧，就逼你係用呢個電㗎啦。冇錯，温總講呢個好重要，因為唔同嘅地方全部都有類似嘅rule 啊。全球係多係啊，有啲啊早啲，有啲啊遲啲。早啲係2035啊嗰啲咁樣，係啊，都係呢十零廿年咁樣已經係停。我可唔可以答下呢一個問題啊？好哇，咁長嘅名 ，Yao Hong 啊，好有心機喎。Yao Hong 啊，係啊係啊，唔係。買唔買呢？首先我講一句唔緊要啦，咁樣就係想話翻俾大家聽有咁樣嘅組合啦。第一樣嘢啦，就係阿 Ian Home 有講到啦，佢話即係佢個衝動其實就係派完息之後就想沽咗佢啦。咁首先啦，即係派息咧，其實會除淨嘅。咁你收咗息，跟住沽咗佢啦，其實就冇乜
着數嘅，冇乜着數嘅。咁唔係係啊，咁都係嗰句啊，好公平咁講，唔係真係冇所謂嘅。咁但係原來係因為如果係因為派咗一年派兩次息啦，咁大部分嘅香港派息嘅股票咧，通常都係一年派兩次息嘅，係啦。咁當然有啲係季息㗎啦，係有嘅，但係大部分都係一年派兩次嘅。咁如果咁講嘅話，你如果淨係為咗派息就去買嗰只股票嘅話，咁當然可以考慮fixed income 啦，即係可以考慮固定收益嘅產品啊，或者直情係 bond 有得啦，冇所謂，呢啲真係冇所謂。但係個意思係咩咧？個意思係原來3110啦，所跟蹤緊一個好高息嘅一籃子嘅香港有代表性嘅股票，原來佢過去嗰八年裏邊啦，係升咗90% 嘅。咁呢個係計埋派息嘅。係啦，咁當然你個操作你可以，你中意你派咗息除淨咗之後走，其實就打個和，冇乜數嘅，即係咁係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睇一睇個圖啦，你睇翻，即係我嘅意思係，就算你要沽啦，沽唔緊要啊，你睇下呢一度啦，碌落嚟啦，其實就係派咗息啊嘛，即係除淨咁樣，佢會跌一跌咁樣啦，係咪？其實之後升翻上去。咁跟住佢升，同埋你放長期嚟講啦，佢係年年都派息噶嘛，係咪？咁佢一路派，咦？這個去到幾遠啊？去到17咁係咪啊？甚至要變咗。冇錯，即係大家有興趣嗰陣時候自己去撳啦，係咪？因為佢過去嘅八年到嘅時間就係升。80%-90% 咯，咁樣呢一個係計埋佢派息喎，係咪？咁冇所謂嘅，即係唔買真係唔緊要啊。但係想提翻嘅就係、是無論係個股或者係一隻派息嘅 ETF 啦，派咗之後會除淨啦，咁有可能冇乜著數咯，咁要有可能去重新去考慮一下呢一個策略啊，就係咁樣啫，就係咁樣啫，係啦，唔買唔緊要。收到咁多年回氣嘅息咧，那個教訓就是其實你一除咗息咧，你就個價係減噶嘛。係啊，極級。咁但係其實八號仔先犀利。之後其實會升翻嘅，個價都會升翻。所以咪好似個漏斗咁咯，其實。係啦係啦，到後佢又漏咗，佢滴曬落嚟俾你，跟住又掟翻落去咯。係啊係啊，整翻係咁樣。係，所以自己辛苦啲啫嘛。其實如果自己做就有50隻，其實分散開曬，咁其實又唔使自己煩。喂，其實佢由頭先頭個圖2017年到而家咪2013年到而家嗰陣時。做咗10蚊咋，即係20蚊啦。咁當然你中間你可以出出入入啦，即係呢啲係個人嘅投資決定嚟嘅，冇所謂嘅。但係係想話翻俾大家聽，原來一個高息嘅組合啦，係有權力去跑贏恆生指數咯。咁個事實就係佢有咯，喺佢上市之後。係咯，今日真係多謝曬 Steven 上嚟介紹一隻，即係又再講多次3110咧嗰個操作。同埋阿温總咧咁詳細嘅分析啦，咁咧就原來阿頭先咪問點解你個花名佛爺喺邊度改咧？有啲觀眾話咧係阿沈大師改嘅，係啊，好似係啊，上佢嗰邊嘅節目有好多觀眾見到我冇頭髮咧，我好多冇頭髮就喺度叫我講阿彌陀佛咁樣，幾好玩嘅，幾好玩嘅，我冇所謂嘅，大家開心就得㗎。A 少同阿大大都有講呢個花名，真係今日好開心啊！大家開心就得㗎。佛爺嘅温總上嚟陪我啊，睇住個市，搞到我都冇咁驚。而家個市都躺平啊！而家哦，躺平咗啦，唔喐啊，都係兩百，都係嗰啲咁樣咯，好過跌啦，係呢個真嚇，呢個真嚇。好啦，多謝曬兩位，今日有將來機會咧，再揾阿温總上嚟，同思凡上嚟就傾下偈嘅。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夠啦，稍後咧就12:45咧，繼續會有午市不斷説啦，就會有阿段傑同埋普通話嘉賓咧，就同大家講下市況嘅。咁我哋咧就睇完咧呢個 disclaimer 咧，做段短片嘅，咁不如咧就唔好行開，睇埋條短片先，咁啊識多一啲咧，有關於呢只應該係3110嚟㗎。太多了，我哋呢啲我已經有少少溝亂咗，咁咧就嘅資訊好冇？咁我哋嘅聽日節目時間再見，拜拜，拜拜，拜拜。